中国好哎、欸、好歌曲还是好声音还是什么的，我有点忘了，就是好歌曲，好好歌曲，我们在网络上听到，然后发现这首歌非常的那个充满正能量，很适合我们年轻人去跟大家分享。然后，我们是东部青，延平乡、海端乡跨部落的所有的青年，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。最主要任务就是我们要帮出来部落盖。对，我今天晚上已经不下讲了十来遍了，每个都记得了哈。在这边，所以你们今天演出所有募款的所有收入呢，我们将全数捐给我们出来的年轻人，让他们可以去跟着老人家一起去盖他们属于年轻人的打鹿喊。打鹿喊就是一个公寮，或是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青年的一个空间，就是它在我们出来的小米园旁边。我们种小米要有那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我们种小米要有那个放厨具的地方，我们种小米需要吃中餐的地方，我们种小米需要大家一起围果，然后大家一起跟着老人家，跟着我们的族人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打鹿喊。所以今天已经差不多八分满的一个箱子，可以还差你们的两分满哦。最后一首歌《野子》。心越大，我会变成巨人。
折磨。吴妮娜，谢谢。我们是平和乐家动物青同乐会，很高兴今天大家在铁花村跟大家一起共度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面，一起享受这种用音乐的温暖的力量。今天谢谢大家，不管你捐了多少钱或者给我们多少的力量的支持，我们会更努力更坚持在部落的这块土地上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让台湾长出更美丽更美好的事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吴妮娜，谢谢。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今天的寿星慧茹，给一个掌声。嘉南部落慧茹，还有我们武林部落的一部，还有我们嘉南部落的小月，还有每次最讨厌站在阿美族旁边的和平部落的冠颖，而也是我们今天刚刚满18岁的小鲜肉郑平，还有我们最厉害的鼓手阿迪曼出来部落的，我们是平和乐 and 东部青同乐会，吴丽娜，谢谢大家。